愿机会对你永远有利。方爱，方爱，爱法拉蒂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南瓜，欢迎小明。嗨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电影残酷二选一。那继动漫残酷二选一后呢，我们就决定要出一个电影版本的啦。那究竟有多残酷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，那第一题，如果你不小心踏入一间恐怖玩具店，老板强迫你一定要带一只娃娃回家，你会选择 A 安娜贝尔还是 B 鬼娃恰吉？天啊！不要！太残酷了，太可怕了吧！三二一 ，A！ 鬼娃恰吉感觉比较可怕啊，他杀人呢、欸。小时候阴影太深了，太重了，跟大人一起看鬼娃恰吉，对大人会让你看，我也是头也是看。被恰吉吓的要吓死我，不敢上厕所啊！我觉得你们知道环球的影城的鬼屋会有真的那些角色来吓你，然后出现恰吉，我真的啼笑痛苦，直接从逃生出口走出去。贝尔其实他不会拿着刀砍你，他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把你弄死。他会很毛。那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长得比较好看？安娜贝尔啊，安娜贝尔。好，下一题，如果你未来的婆婆一定要从下列两位之中做出选择，你会选 A 陶乐斯恩布里居 ，B 贝拉雷斯壮。两个必娶女人，各有所坏。三二一 ，A。哈，我觉得恩布里居如果她当你婆婆，她就是那种面善心的，挑三拣四的。嗯，她没有办法认同麻瓜哎，她直接那样虐待我。对，好像她不就不可能当我的婆婆啦。我觉得我选恩布里居是因为能受她宠，好吗？帮忙鱼很喜欢装乖哦，她很适合当恩布里居的媳妇，你可以跟贝拉一起 K 笑。啊下一题，如果你被迫报名了一场马拉松比赛，你要选择谁有参加的那一场 ？A. 侏罗纪公园的暴龙 ，B. 失速列车的丧尸。马拉松很长哎，42.195公里耶，我太精确了。三二一 ，A. 失速列车的丧尸有一些弱点，你好像可以去克服。例如说他们怕光嘛，如果我有办法在他头上劈块布，他们又很笨，又没什么智商，没有办法自己拿下来，那我可能就对他们没什么智商。我觉得暴龙他没办法打持久战，我跑得比暴龙快。我有看过这种文章，听你在讲，暴龙他们好像时速最多可能就20吧，他们腿太短嘛，然后身体又很重。哦，可以骑在暴龙身上。你以为你有淘汰狼丸子哦？暴龙也是小时候的阴影啊。刚看完侏罗纪公园，我以前梦到在那个练琴的琴。然后暴龙一间一间进去，到现在我们还记得这个梦。其实选丧尸也不错啦，跟着一起跟着一起跑啊，就变成丧尸 party， 每个人都叫。那下一题，如果你是模型女，在某次变形时出包变不回原样，你会选择变成谁 ？A 海格 ，B 佛罗多，感觉是方宇变成模型女。海格就是哈利波特的巨人嘛，然后佛罗多就是魔界的男主角。海格的话，他有350公分，哈比人的话，他们大概是120最高，极端的例子。3 2 1 A 哈，你是巨人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篮球赛每一场都赢，人家都要敬仰你，他们会怕你耶。他想要被敬仰。如果是哈比人的话会被鄙视。巨人的生活的不便性实在太多了。巨人你什么睡觉你那个床不能搭公车，不能搭捷运，也不能坐电车，而且你又不是会有飞天摩天轮摩托车，餐费很多，你找不太到对象。啊，你这样也找不太到啊。没有啊，有啊。为什么你想要哈比人？比人还好，因为你生活很方便，而且佛罗多长得还蛮帅的，住小房子就对自己来说就是个豪宅，而且我可以跟哆啦 A 梦当朋友，把他们两个这样放在一起，哆啦 A 梦比较高哎，对啊，129公分，129.3。下一题，如果你无家可归，政府让你从以下这两栋建筑选一栋居住，你会选择 A 丽婴宅 ，B 恶灵古堡。一个是有恶灵，一个是有鬼，是不是？一个是都是丧尸，一个都是鬼。不是啊，这政府是什么问题？那你无家可归很可怜啊，我就住在路边呐，我宁愿冷死，我也不要住这两栋，我去跟政府抗议。三二一 ，A。丽婴宅它是没有死人的鬼片哎，可怕！你睡到一半，然后突然脚被拉走哎，那我就去拉它，我就会变鬼王。它降的时候我就你在哪里？如果你先不怕他，他可能
它就没那么可怕了。不能，我真的太怕鬼了，宁愿丧尸我也不要鬼。我去你的另一宅住。你为什么不选另一宅就好？不要一个人，我要你。我们三个好不好？我们三个都不行，我不想跟你们两个住，因为你们两个丧尸鬼。我干嘛？我们两个一起 PK 打丧尸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，好，就这样。下一题，如果下辈子要选择一个世界重生，你会选择 A 饥饿游戏的世界 ，B 移动迷宫的世界。移动迷宫的世界是怎样啊？困在那个迷宫里，他们自己有一个小村落在外面嘛。你只要出去就会什么大蜘蛛啊，什么你逃不出去，很难。这两部感觉都是方宇很爱的，就是反乌托邦的、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反乌托邦吗？知道啊。反乌托邦呢，就是大家和乐融融的在一个社区中，这是乌托邦哦，这是相反。三二一 ，B。饥饿游戏的世界哈，它一年举办一次嘛，不一定会被抽到啊。就算你可以抽到，我也会出来帮你的。愿机会对你永远有利。方爱，方爱，爱放了屁啊！我不能让他这样子就这样子进去。太久了，就算被选到了，我就跟他们赌一搏嘛，赌一搏，放手一搏，赌一把。啊，对，就训练一下，我就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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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个，那就暴动暴动暴动。因为没有一开始是在比较就大家一起的世界，就不会恐怖。他只有在要去那个迷宫的时候哦，你不要逃出迷宫。没有，因为我跑步比较快，我可以当那个先发者。移动迷宫至少他们是团结一心的对抗外面的敌人。哎，对。可是饥饿游戏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杀他。那就配你喽。下一题，如果你变成了爱神，有能力可以让其中一对有钱人终成眷属，你会选择 A 柯景腾跟沈佳宜。B 杰克跟罗斯，柯景腾、沈佳宜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男女主角。然后杰克跟罗斯就是铁达尼号，因为他们最后都没有在一起嘛。我是爱神。三二一 ，B。因为啊，我觉得杰克跟罗斯就算让他们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可是因为罗斯的家庭还是太富有，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。对，会遇到很多问题。那可是柯景腾跟沈佳宜门当户对。对。Jack 跟 Rose 他们是被迫分开，因为杰克死掉了，这个是生离死别。对，他们是生离死别。可是你看柯景腾跟沈佳宜是他们就是大笨蛋啊，大笨蛋，笨蛋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感觉你人生中可能就是会有这种遗憾。哦，我想讲的跟他很像，柯景腾跟沈佳宜是一个美好的。就是因为没有在一起，所以这段青春才会显得那么的美好。下一题，如果跟以下其中一位在密室里相处一小时，可以得到100万，你会选择 A 夺魂剧里的拼图杀人狂 ，B 他的小丑。拼图杀人狂，他就是夺魂剧里面在虐待别人的那个戴面具，他就 I want to play again 那个角色，设计很多很疯狂的机关虐待别人。他的小丑就是他有点不现实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怪兽了，引诱你。对对对对，到最后把你杀掉。OK， 好。三二一，当然。哇，大家都一样哎。既然他跟我 play again， 那我就跟他 play again 嘛。他有一个设定是说，他其实虐待的人都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或是什么的人啊， 所以他其实，在影史上他算是很受欢迎的。我那个解释。因为我有看那个他，我第一集跟第二集都有看，他会突然间就突然吓你的那种。你跟他在密室相处一小时，我觉得我会疯掉，会疯，就算我没事。然后你出来100万，你也不知道你拿到100万。对，我就拿100万，然后我突然在吃钱。来，下一题，如果你必须独自在一个地方存活100天，你会选择 A 在火星 ，B 在海上。在火星，因为绝地救援，对，因为他在火星大概900天了。我记得火星跟地球是最近的，不是那个最近啦，那个结构。哦，好像有这么听说。人类如果要不住地球，可能就是火星。然后另外一个 B 就是少年派啊，因为他就一个人在海上漂流了227天，时光机。但我们现在题目就是100天，100天就好。三二一 ，A。我要改 B， 以我们现在
的知识在火星是活不了的，因为你没有食物也没有水。电影里他就是自己种马铃薯跟自己发明什么湿气什么弄出水，可是重点是因为他是植物学家，虽然在海上很可怕，但你至少可以有海水，你可以配合一下捕鱼啊，可以吃生鱼片，还可以吃海胆。我觉得我摸完，人家拿海胆给我。我选 A 是因为有可能人类以后真的要去火星上生活，那我就当那个先驱者啊，你就当阿姆斯兵，我就当阿姆斯兵，不敢在海上，又怕有鲨鱼。这是人类对鲨鱼的误解啦，鲨鱼其实没有那么恐怖。我们上次去那个泰国的那个怪奇博物，他说鲨鱼最大的天敌是谁，然后打一翻过来，气死。再吃一次。Fatty， 如果你是漫威的英雄，可以拥有一种能力，你会选择 A 无时无刻都听得到别人的心声 ，B 拥有阴阳眼。你一定要选一个能力，然后就两个都没有很好。你是一个很废的漫威。就这样，很简单。三二一 ，A。虽然说拥有阴阳眼的不便性也很多，就是你看得到鬼嘛，你也看到神啊。哎，说得好，是真的啦，这不不，你对神要尊敬啊，不不问。我看，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听得到别人心声，有时候第一时间的心声是确实很伤人啊，因为那是本我嘛，就是一个动画，奇木难雄，他就是一定听得到别人的心声，不认识的人他也要听，他不能选择。那戴耳塞不行吗？这是心声哎，心声。既然我是 A 了，我就哈都不要去有人的地方。下一题，如果遇到以下两种情形，你会选择 A 杀了人但没罪， B 被冤枉并判无期徒刑。那 A 就是国定杀戮日，一年中有一天是杀了人是不会有罪的。然后 B 就是刺激1995，因为他被冤枉嘛，入狱结果被判无期徒刑。哦，这好挣扎哦。哈哈哈 ，B。国定杀戮日，因为那天是大家都可以杀，我杀了我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因为大家都在杀啊。你如果被冤枉判还判我无期徒刑，你要在里面待一辈子，你的人生就这样子没了。我改 A， 你到底要什么？我改 B， 还是你要听我讲完，然后我们那个辩方的、那個。好，好，我现在是法官。你可能杀了这个人，就会发现，天哪，其实杀人一点都不难。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什么，然后道德观从此败坏。因为我觉得杀人是最不好的一种犯罪了。你看那个与神同行也是啊，如果你犯了杀人罪，那就是最惨的。那你呢？你到底要选什么？我选 B， 但是我要挖洞啊，就是你要跟 Andy 一样，挖洞，用挖挖挖挖挖，然后挖出去。下一题，如果宠物店只剩下这两种生物，你会带哪一只回家呢 ？A. 哥吉拉 ，B. 金刚。这宠物店是很大，是不是？三二一 ，B。因为哥吉拉很帅，因为金刚很帅，因为我可以跟金刚讲话，帅。而是差不多的理由啦，因为可以沟通啊，就至少它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。对，它听得懂我在讲，它可以跟你互动。我觉得哥吉拉长得还是我还是有点怕怕的。而且哥吉拉要吃什么？吃土吗？它是吃辐射。那还蛮好的，应该去给他香蕉吧。你要给他多少香蕉？好了，最后一题喽。那因为最后一题呢，会爆两个很大的雷。如果说你没有看过《哈利波特》或者是《复仇者联盟》的终局之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跳到以下这个描述哦。如果你在衣橱里握紧双拳，就可以穿越时空，你会让谁免于死亡呢 ？A. 邓布利多 ，B. 钢铁人。啊，太雷了！握紧双拳，这是真爱每一天。对，真爱每一天，我超爱那部电影。时空旅行。好，三二一，能买回他。因为邓布利多想要什么法术都有啊，都会啊。钢铁人只会带你飞。蹦蹦蹦，他有钱。哎，对。可是邓布利多一定也很有钱啊，校长。教职员工薪水不多。我是以情感方面，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看电影的关系。看《复仇者联盟》，你会知道说钢铁人的死是一个必然。可是你看《哈利波特》，你会觉得邓布利多好像可以不用死。哦，我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免于这件事情发生。例如说，我就可以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戴那个戒指，不然你手会烂掉，然后你就会没命了。”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如果你回到过去，你是要跟钢铁人，就他是要为了救大家吧？没错，而且他不是有看《奇异博士》，他看了全部的结局，就只有他死掉这种，他才可以过生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就算回到过去，你只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糟。你这有道理。那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题目啦。好，那你们觉得哪一题让你们最挣扎呢？杀人但没罪跟被冤枉并判无期徒刑那个，毫无比你都好挣扎。如果你们不小心踏入一间恐怖玩具店，老板强迫你要带一只娃娃回家，你会带鬼娃恰吉还是安娜贝尔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
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我的 B 甩出去了。你看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？你在装 B 耶。我整集都在装 B。冠军挑战开始。杀了人但没罪，跟那个被冤枉但无罪是同辈的。啊。究竟有多残酷呢？哎呀，这咋哎？好了，教你怎么演方爱。暴龙是那个怪兽之舞，怪兽那是歌姬的。哦，下一题。如果你被迫报名了一场马拉松比赛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是眼睛不太好、啊？对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？